从画面上可以看到一台黑色 BMW 轿车驾驶疑似精神恍惚，原本想要右转但没转过去，结果直接逆向撞上正在停等红绿灯的休旅车，造成双方安全气囊爆开。不过民众提供行车记录器，这台黑色 BMW 先是从路口冲出，结果整个左偏撞上安全岛，又往右开沿路蛇行。警方见状后赶紧拔枪在后面追捕，但驾驶当街绕跑撞上休旅车，这才停了下来。看看这台黑色 BMW 车头全毁，零件散落一地。由于当下撞击力道过大，所幸双方驾驶只有胸口疼痛，送医后并无大碍。但整起事故原因还有待警方进一步调查厘清。